获国家队在巴黎奥运取得40面金牌，中国香港代表团也创下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佳的成绩，以两金两铜排在奖牌榜的第37位。两地运动员今天在大赛后轻松的交流，实在难得。跟他们打了多少次吗？多少次？一年至少五六次。结果是，结果很愉快。今天最后一轮比赛了，挖场，挖场，先港队领先10米。